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。谢谢谢谢。我小时候就是每一次回屏东，我爸一定带我到万峦吃猪脚。哦，万峦，好啊。好吃。这是面包吗？这也是面包，对，是可以吃的。可以吃的。这是用巧克力的。你们照错方向了，你们应该往这边照啊。拉糖艺术就透过高温去制作的东西。小朋友最害怕的三色豆。啊，那是我最喜欢的。整条萝卜下去刻的，就包含尾巴也都是我们的萝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太神奇了，重点是这只老鼠。真的，这样给我们家的猫看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吃的擂茶，因为客家话有叫做食茶。是。对，食茶，食茶，把它做一个吃的版本。最棒的原料的食材，谢谢小英总统。茶油在这里，我也买点茶油，我喜欢茶油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总统，哦，乌鱼子嘞。总统很会重组，因为他有分段注水。对，这个还蛮高阶的技巧，对。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每天喝的人还是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每天喝的。干杯！也得过亚洲地理奖，我们这个好喝的表情全写在总统的脸上。我就是为了要像今天来喝咖啡，我今天早上特别减量。谢谢。我把它喝完。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对，还有我们正东港花枝丸啊，看起来好美味哦！哎，妈妈火锅好哎，这个好澎湃哦！你们高雄人真的很会吃呢。我拿一个回去吃好不好？还有这个绿色的，绿色绿色，谢谢。总统总统李小岁，欢迎总统来嘉义。吃了会更聪明，我喜欢。谢谢，这是糯米玉米。对，这是糯米玉米。啊，这我喜欢。红豆饼。哇，你们这里都是我卖我喜欢吃的。感谢彤彤。这是石虎吗？它可爱的石虎。当然，我屏东人一定吃这个。好，我们屏东人切都是这样子。但是这种斜片的，哇，的确好吃，对不对？握手一下，握手一下，粉丝粉丝。谢谢。常常看你的节目。哦，谢谢，总统，谢谢。好，总统再见。